発表終わりの打ち上げだ。今年是文当公司重大发表结束的日子。发表終わったよ。啊，我们忘记跟大家说晚安了。大家晚安。那为了要庆祝文当的发表结束，我们来吃这一家店，是火锅寿司吃到饱。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点比较贵一点的 course， 因为帮文当庆祝嘛。你们看这家店的氛围很漂亮，走吧。でも熊本でチェーン店だよね。これ？でも東京もあるんじゃない？東京もある。だからチェーン店わざわざ熊本に行って食べに行く。確かに考えてなかったわ。ね。楽しみ？うん。期待。我们两个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很好吃，可是第一次我们点比较便宜的套餐，这次想说点贵一点的。啊，いい匂い。现在时间是晚上9:14，因为文当下班比较晚，所以我们都比较晚吃。我们点完餐来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家店的菜单。这家店有4种course，第一种的话是猪肉涮涮锅，加上一些比较简单的寿司，是2680日元。第二种是除了猪肉之外，还有加上牛肉的涮涮锅，还有加上寿司，还有加上季节的一品。季节的一品会随季节的变化转换，现在是长这样。上次我们两个是点这一个，那这次呢，我们点的是这一个。这个呢就有加上特上寿司，特上寿司就是有很长的炙烧鲑鱼。我跟文当其实上次想吃这个，可是因为这个比较贵，我们就没点。但是因为今天特别日子嘛，我们就点这个。最后一个是黑毛和牛跟牛舌的虾不虾本，可是我们两个其实没有人喜欢吃牛舌，所以就觉得还好，我们两个点这个。然后现在文当拿这个菜单是我们点的 course 可以点的东西，就除了刚才说的肉之外，还有蔬菜，还有这个感觉超厉害的寿司。これが食べたくてこれにしてる。まあ一直都見てたもんな。然后这里很酷的是还有串炸可以点，也有一般的炸鸡啊，跟薯条、白饭、茶碗蒸、小菜、沙拉。这家店的特色就是虽然是火锅店，可是什么东西都有。然后这家店是用平板点餐，我跟文当最喜欢用平板点餐了。给大家大致看一下这里的菜单，有肉、蔬菜，还有寿司、军舰、饮料、甜点。一品其实种类真的非常的丰富，我跟文章吃一次就爱上了，什么东西都有，又有炸物。今日は富士山が主役だから、富士山がしてね。先にご飯でしょ。野菜でしょ。两个金针菇，两份白菜。水餃子。水餃子。水餃子。あと。豆腐どこ行った？先に水餃子。あ、ある。豆腐、水饺。这里的水饺很好吃，我还蛮喜欢的。除了一般的水饺之外，还有有加虾子的水饺。然后这个鱼丸超好吃。一つ破りとろサーモン。さあ注文します。あとどれにしようかな。一つは磯辺の方が美味しい。オッケー。とりあえず以上か。あなたご飯担当。お肉も頼ま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そうだよ。肉類交给文当点。に三元豚。とりあえずこれにしよう。うん。高そうなやつ。貧乏人だから高そうなやつ選んで。我们两个实在太穷酸了。これ美味しかったの。文章上次也有点这个是樱花虾的茶碗蒸。期待吗？期待。じゃあ、プリちゃん発表はあったの一言。発表のためにね、夜遅くまで残ってね、仕事したから今日はね、楽しく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文章干杯。発表お疲れ様。我们点的副餐，还有寿司、豆腐跟肉都来了，好长哦！你怎么那么自私？我拿来吃他最想吃的寿司。とろける。おいしいですか？とろける。ねえ、俺と一緒のコメントやん。我这里就是油脂。面白いな。ペロン。桜エビ。茶碗蒸しです。美味しそう。これも美味しかったんだよね。ルイちゃん食べてないよね。食べてない。なんで茶碗蒸し嫌い？もともと茶碗蒸しは嫌い。我们两个是点麻辣锅跟寿喜烧锅，好吃，好吃。我们这次的牛肉吃起来比较好吃，真的是肉的感觉，不是全部都是油脂，真的是价钱比较贵，就有它应得的这价值。文当的第二个炙烧鲑鱼寿司，这里的酱汁有辣油、酱油配炸物的酱，火锅酱的部分有醋，还有芝麻酱。跟大家说，我来日本吃的最不习惯的东西，其中之一有一个就是火锅酱料，因为台湾就是有很多可以让你自己选嘛。
吧，这里日本就是没有，日本通常就是像这样子两瓶酱调好的，我真的吃的超不习惯的。因为文当之前台湾的时候，我有带文当吃过火锅，石头火锅还有一般吃到饱火锅，我都带文当吃过。来问看文当，台湾火锅跟日本火锅哪里不一样？入ってるか入ってないか。なんかね、日本はね、全部同じような味。台湾は各店でさまざまな味がある。你不是也只吃过两家店？まあいろんな食材がある。例えばあの豚の血とか。あれびっくりしたな。あれ美味しいよ。豚の血のあれね、揚げたらもっと美味しいよ。くるちゃんそれは何？カニクリームコロッケ。我来一点蟹肉奶油コロッケ。カニクリームコロッケ。奇怪。カニクリームコロッケ。好啦，日本人也一个啦。カニクリームコロッケ。カニクリームコロッケ。めっちゃ湯気でレンズが曇った。里面有满满的螃蟹奶油，里面还有点蟹肉丝。おいしい。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どんな感じ？安い安くはない。なんでその食レポ？すごい外はサクサクなんだけど、中はとろり。その中にカニのね風味がうわーっと広がる。それがカニ、カニクリームコロッケ。ルちゃんの食レポ上手でしょ。安いのとは違う。你不要欺负我日文哦。最后甜点文当点了一个布丁。ルちゃんの好きなプリンかな。あんまり好きじゃない。好きじゃないプリン。うん。どんなプリン？ちょっと苦い。キャラメルだもん。うん、キャラメルちょっと苦い。お、下の方も？いや、美味しいかも。ちょっと甘い。あ、いいじゃん。文当吃看布丁，好吃吗？好吃，好吃啊！味濃いね。これは金曜日終わりの文壇です。ヘルメットかぶってるから髪がぐちゃぐちゃ。因为文壇做建筑的，他上班有一半的时间，有时候都要戴安全帽。然后只要戴安全帽，头发就全部扁掉。布丁。なんでわかるの？布丁。なんで布丁してる？ルーちゃんよく言うじゃん。布丁。面白いじゃん。チョコリー。プリンじゃなくて布丁。布丁。布丁。そういえば最近みんなプーちゃんの中国語上手くなってるって言ってるよ。谢谢。最近勉強したやつは？超好吃。こいつも言ってるね。ルーバルで。对，很棒哎。很棒。对，びっくりした。很棒哎。ルーちゃん吃。よくない中国語。对不起。没关系。奇怪，你要说对不起，这种时候你对不起人家的时候，你要说对不起。没有对不起。有。没有对不起。有。要什么？因为你做坏事啊。不要。真的是，我评价是被气死。然后因为我们两个有折价券，所以可以打九折。我们两个今天这样吃吃到饱，打九折，总共是7800多日元。有这个折价券差很多。やっぱ10%大きいね。嗯。でも逆に言えば消費税10%も大きい。而且这附近还蛮繁荣的，有伊隆，有 DVD 出租店，还有宠物店。猫化妆店呢？闻到说这个像小猫，我觉得跟小猫不一样，我喜欢小猫笑起来的样子。哦，然后这模特还蛮像我的。真的？你很过分。自分は何だと思ってんの？好烦哦，超烦的。再次发现熊本熊。好啦，很像，很像。我们家大宝去哪里都要模仿一下。哦，这里有卖很多 DVD， 而且不止 DVD， 这里还有很多漫画可以借。日本其实这种租 DVD、租漫画也蛮便宜的，像这个租10本只要500日元，非常划算。文当说他以前常租啊，想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来租租看。好，那今天就是我们文当发表日结束的庆功宴。我们主讲，你要不要讲一下话？発表のためにいろいろ資料集めてね。昨日は帰ったの12時ぐらい。でそこから今日発表してまあなんとか成功してすごい気持ちが晴れていっぱい食べました。何人ぐらい下に座って見てんの？全部で10人ぐらい。部長クラスが3人とか。部長したけどなんとか成功してよかった。对我们文当这个礼拜他都超晚回家的，尤其是昨天就发表前一天晚上，他从晚上12点1点才回家，然后回家整个累瘫哎，就看得还蛮心疼的。今天发表结束就很为他开心，希望我们文当接下来工作都越来越顺利，一飞冲天，大升官。那文当你跟大家说晚安。晚安。文当恭喜，谢谢，恭喜你，拜拜，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게임